经常会被问到鱼缸为什么要养藻呢？我养金鱼能不能不养藻？其实养金鱼的鱼缸可以不养藻，但是不养藻的鱼缸鱼一定养不出彩。鱼缸爆藻最大的作用就是保色、发色，还有就是净化水质。养过金鱼的鱼友应该都知道，金鱼非常容易褪色，它会随着周围环境颜色的改变而改变体色。当周围环境颜色是浅色的时候，黑色会变成灰色。 红色会变成浅黄色，金鱼整体的体色墨块会变得暗淡无光。其次，绿藻中含有叶绿素和胡萝卜素，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金鱼经常食用能够预防避免肠炎，也能够最大程度利于体色的发挥。所以，饲养金鱼的过程中，鱼缸爆藻，无论是从环境改变体色，还是从营养方面改变体色，都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第二点就是绿藻在鱼缸中强大的净水作用。 当鱼缸中长满绿藻，它的净水能力一定是比鱼缸的过滤系统要强。它除了能够吸收和分解氨氮和亚硝酸盐，而且还能够吸收过滤系统无法分解的硝酸盐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新缸，在养水初期配合暴藻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它能够帮助分解鱼缸中的有害物质，最大程度加快开缸养水的进程。所以，想要一缸更稳定的水，更适合鱼儿生长的水，一定要暴藻。